在干嘛？数羊数鸡数星星，一二三。文件给我一下。哎，文件给我一下。文件。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，没有一丝丝改变，时间却不变。我怎么了？不小心受伤了。我看看。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我不在乎什么天长地久，不在乎什么想要拥有，一颗真心和温暖的手。这时候，当男孩子和女生合照时，机上你可以了，对，快点。太暗了，伤眼睛。和男朋友冷战是种什么体验？我们都在心里少一点天分，所以在地铁中装满身伤痕。为什么你不在？为什么你不回来？夏天的风，我永远记得。